为何诊所需要 DDS 叫号管理？一个 DDS 叫号管理最多可显示四个诊间，方便让患者知道看诊进度。DDS 叫号管理可由护理人员或是诊间助理操作。那要如何开始叫号？点选加就能到下一号，点选减即回到上一号。继续点加就能再跳到下一号。其他诊间也能叫号哦，请看二诊，从6号变7号。那过号怎么办？在栏位中输入过号号码，再点选 SET 就可以了。不管是电脑、平板还是手机，都能操作 DDS 哟。